前几天，朱丹在网上直播时叫来了老公周一围当模特，视频中两人各种甜蜜互动，让不少网友纷纷表示猝不及防的就吃了一嘴狗粮。其实不仅是镜头前，镜头外的夫妻俩也超级恩爱的。这不，日前我们的摄影师就在杭州机场遇到了一起回绍兴探亲的朱丹一家人。当天穿着红衣白裤戴着粉色棒球帽的朱丹抱着女儿一边打电话一边等待去拿行李的周一围，等与推着行李车的周一围会合，一家三口便来到外面等车。发现女儿的裤脚被蹭到小腿肚时，朱丹赶紧放下女儿，把裤脚往下拉，防止女儿感冒。过了一会儿，周一围抱过女儿，朱丹则从包里拿出消毒产品，一家三口站在路边认认真真搓起了小手。因为车来得太慢，抱累的周一围抬起一只脚架在石墙上，让女儿坐在自己的大腿上休息。期间周一围也没忘转过头跟老婆各种互动，画面简直不要太温馨。就这样一直到车来接了，周一围才抱着女儿跟在老婆身后坐车前往绍兴回朱丹老家探亲。